仙人掌果，上次我们没吃到，今天他们家应该有人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今天得搞两个来尝一下。帮我摘吗？我们买一点可以吗？张伟，小心点。哦，好。叔叔阿姨，他也非常的热，还去给我们拿这个手套，然后去给我们拿梯子，因为那个刺很细，然后扎到手里可能拔不出来，然后说不能用手摘，要用手套。你看这手套漏泡泡的，哦，没事。但是这样子呢，它没得翅膀，要举得要稍微好一点。那个袋子装了噻。谢谢，我给你谢谢阿姨，把梯子给你装上。你倒是要小心点，你那个手穿了光鞋，万一那个翅膀你看呢，尖尖厚深了，这里有毒，它可能又痒又痛。要麻的哦。哦，二十多年了这个树。有二十多年了。我给你拿一把刀出来哇，就耽误你们工作了。哎，我这把上头拿去把扫，看不到你把算布，要得。阿姨他们太好了，又是帮我们找这个塑料袋，然后又是给我拿手套，给我拿梯子，给我拿镰刀，生怕我这个被扎到。哇，你看这上面好多，我摘一个先削开看一下，就这个吧，这个好像大一点。哇，这个刺真的是很那个呀，朋友们。哦，它里面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们摘几个。好了，我们就摘这么多，走下去看看，看看给这个阿姨多少钱。你们看多少钱？这个钱啊，钱还是要给的。哪有你钱？哪有你钱？拿着吧，拿着吧。要刚好身上也有零。跟你说，以后你要揣着你的衫嘛，不管我们没带回去都可以噻。没事，我那给你。哎呀，真的不要拿开！哎呀，走开！哎呀，我有点气，我怕有点。那个手套还有梯子、镰刀，我都给你们放在院里了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了，麻烦你们了。叔叔阿姨真的人太热心了，太好了。他们也不要钱，还说让我们之后来的话随便去摘。他说没有人也可以去摘。车上只有这几个芒果了，我们给这个叔叔阿姨他们拿过去，让他们吃吃。阿姨，我们车上刚好有几个芒果，你们拿回去尝一下。哎呦，放在这儿啊！来，我给你拿回去尝一下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才不好意思。那你们慢慢忙啊！啊，不用谢，我们谢谢你们。